德的奖状。哇，我也有两个哟。他上的一个语文满分奖，一个期末成绩奖，彤彤的三好学生奖。彤彤，你这奖状为什么让你造成这个样子，都是褶？因为我放进了衣服里。卷门几天先补发了上个学期的期末奖，要不你们两个一人奖励个小愿望。你先说。北京四国样。你重新说。手工一套。行，满足了，走吧，该你了。我想想一套穿戴甲。这个倒是也可以满足，但是呢放到假期吧，好不好？你重新想一个，重新想一个。那我可不可以吃你和酸辣粉？你这痘痘刚好一点，又想吃酸辣粉。没事，我吃了之后再慢慢咬。给，点了大奖状，竟然换了我一盒酸辣粉，这是有多馋？